来到球场换上台湾日球衣，侯友宜正式上场投球前先暖暖身。红中好球，小球员也说看得出来市长有练过，现场传接练习不过瘾，蹲捕才是他的专长。这个好球，以前打棒球就是担任捕手，接住张善政市长丢的球，侯友宜笑得很开心。市长以前打过棒球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对，什么位置？我们聊的是一天到晚被三振的位置。求了自己一下，还好正式上场，两人都没落苦。难得可以重回球场，侯友宜看得出来很开心，但党内也有不少事得烦心。像怎么看何胜峰说郭董九月要参选？已退党的南投县议长何胜峰透露，郭台铭可能美国回来后九月上旬就会宣布参选总统，但不论郭董施压动作再多，国民党态度似乎已清楚，你走你的路，看谁气较长。来动一动，来这回提名侯友宜，甲咱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相重要相重要的目标，都是希望两岸会当和平。朱立伦回家乡帮催票，谁说主席我没帮忙？只是不论谁来帮，侯得更自立自强。接着说，年幼陈川与桃园参谋长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